这个 Flygo 卡呢，跟我们的台钱包信用卡，那其实都是这个 MasterCard 发卡组织。那我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消息，就是说，以市占率来讲的话，就是那个 Visa 跟 Master， 虽然说 Visa 是最大的，但是 MasterCard 它在这两年里面攻城略地，很多很多的信用卡，它如果要推出这个卡片，很多银行要推出卡片的话，它基本上都是选择先跟 MasterCard 做联名，这个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它也许有用到了某一些行销上面的，比如说老二哲学啊之类的。它虽然说不是当第一最大的老大，但是它光是第二名就可以吃下很多很多的市场，包括我们的 Banky 卡，它其实也是就是跟 MasterCard 合作，就是好奇怪、哦、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使用 MasterCard， 但是不可讳言，因为 MasterCard 它在国外的刷卡会的确是比 Visa 好一点，所以我在国外刷的话，基本上我也会选择就是那个 MasterCard 来做刷卡，你达到了这个回馈换算的这个利率会比较好一点，好，大概是。